哎，现在也不问我是录在哪个地方了，那不是管他了。咱们上次是讲到邓石如是吧？还有谁记得？对。我们讲到邓石如的这个隶书，咱们也因为这个隶书的话讲的少了，现在就大家咱们就大概看一下啊。实际上，咱们如果是要看这个隶书的话，和这个康有为他所最推崇的隶书叫做《石门颂》，那么这个是差很远很远的，但是这个他确实是写得好，就是他一个有一些用笔的这个方法，他把它给就是规范化了。另一方面的话，他有一些这个笔法，就是古人从来没有用过的，那么就比如说像这一章里面那么他是抄的一段古文。那么他这个，大家可以看他这个用笔就用的非常的这个叫活吧，有谁可以认真看两眼，然后讲讲有什么感觉？字儿都认识啊。个路，嗯，这个是不是就是隶书入楷法？就是它不是像那种传统的隶书，而且还是就是整体看还是一个楷书，但是可能是用隶书的笔法吧。就说这么多。应该是就是说是隶书加了不少楷书的这个笔法在里那么，比如说这个拐角的这个地方，大家看见吗？都是楷书的这个方法。然后这儿还有折，还加一个棱角。然后还有这个地方，这个提手这个地方，这个角，这个拐的这个就不是隶书的方法了，看到了吗？然后咱们以前讲这个一横的话，要蚕头。燕尾，它这也不是蚕头了哈，它前面都是一小尾巴啊。是一个，你还有个什么特点？还有什么特点？大家看，再观察一下。老师，他那个，你上次说。我不记不得名字了。你上次说另外一个书法大家是上滑下，就上面是毛糙的，下面是整齐的，对吧？对，那个那个叫什么？一兵兽，然后这个它是不是它上面下面都毛的，就显得字就更活了？是不是因为这个关系，让人感觉更活更有力了？还是写大字都是这样，写到后面都是这样。因为，这个观察得很清楚就是他这个用的这个笔的话，就是说他不是说他这个笔就这么滑下去，他就完成了哈。那么他就你就看到他这很多这个用笔的地方的话，它是非常非常的毛糙。那个"见"字上面那个"己"上面那个"见"字，哎。对，那一笔感觉要飞起来了，我感觉就要消失了，剑。就是他这个用笔的方法，他就是完全是脱离了咱们讲这个线条要光滑、要圆润的这么一个概念那么这个不是是怎说么他，理解？怎么写出来的呢？这个。他这个笔的话就是特别软，特别软，软呢，他就基本上他就是使劲摁吧，这个笔大概也不是特别大，他就摁到底，然后这个用尽各种各样的方法把这个东西给完成。你看，像这边这个断字儿，这一边这一部分也是，它这个线条一会儿光一些毛，一会儿润一会儿燥还有下面这个声这个声音的声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的。刚才举的这个例子也是这样的，就是
那么他这个动作的话，就是他所做的这些的话，就是把这个字儿完成，用一种特殊的这么一种形象来给他完成。就他这个用笔的方法的话，就完全跟咱们写这个赵孟頫啊、写颜真卿啊什么，他就完全不一样。你看他后面这几个行书字儿的话呢，你也看得出来，就是他这支笔啊是特别软的一支笔。啊，他就是随便他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他是完全没有这个传统的这个笔法在里面的，他就是这么写。所以说他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变化在里面，是不是这所有的变化都是好的，那么就不知道了哈。这个是个人有个人的意见，比如他在前面写的这个"完薄"这两个“完薄邓石如"这几个字儿，你说他好还是说他不好呢？啊，就是后面这几个行书字儿，大家也可以仔细看一下，就他这个我这个用笔，就放大一点，我把它放大一点，好不吧？啊，太但懂，是看到了不太懂怎吗？啊？么看那个，比如说那个"有"字，那一个"那"，哦，不是那个叫什么？那个"一有"撇。最后一笔一撇，这个要我写肯定是败笔了，对吗？对啊，要是你们谁写的话，都会觉得是败笔啊。但是他这儿他就这么写了，下面这个"蜀"字儿，就下面那个"蜀"字儿也是啊。那个"完"字儿，啊，这个是"完"哈，顽固的那个"顽"。那到这面的话，就是这个"叶"的这右面这一部分，就完全就塌掉了哈，就坍塌掉了啊。但是他啊，这个。基本上就是说，他这个用笔的这个方法啊，那么就是完全是不合传统，但是他自己闯出了他自己的一个套路，那么别人还买账，那就没有办法了啊。他这个笔，就是如果是正文的话，可能就是他把笔或者是压到最下面，或者是把它是吧横过来写，会不会这样？基本上感觉就是这样，对，把这个笔压到底，不是很大的一支笔，让我感觉他好像有点刷的那种感基本上就是这样，刷，对，因为不然这个线条。出不来这么，其实他的线条还是挺的，是吧？虽然有些毛糙，它就是造出这么一种效果吧，它造出这么一种效果。他是不是有绘画功底的？他也是画画的人啊。这个人不画画，这人不画画，但是他他画的篆那个书写的挺好的，是吧？他篆书篆写书。的挺好。这个大海提到他的篆书，咱们就是下一章啊。那么但这我也觉得是。他落款的地方是不是用同一支笔？但是因为他的字小，他没办法压下去就显得软塌塌，我有这种感对，他就是那我也是这样猜想的，然后他就同一支笔，他压不下觉。去，就是他就没办法没有办法，对，就是笔尖搭在纸上，对。随便再拖。那我们来看下一个，还是他哈，那么就是他的行书和他的篆书。啊，那么咱们就先讲他这个篆书哈。这个篆书的话，那么它也是其实是同样的一个方法哈，它是因为这个大家还记得咱们当初写这个吴昌硕小吟诗的时候，大家还记得那个笔应该是无论如何哪个地方的话，我们都要讲究它这个圆啊。然后到他这儿的话，你就看到他这个就不再是圆了。那么它的几大区别的话，那么就是一个是在收笔的时候，他这个收笔的时候，他都重重的顿了，看到这个收笔的地方它是比这个行笔的地方都要重。然后在这个收笔的地方，它比较方，它有个方的形状。咱们写小融诗的时候，写到那儿的，我就给大家说是怎么样，或者是把笔给轻轻就提起来。啊，而且你看它这个拐弯的地方，有很多地方它是很方的，啊，在那个地方它是很方的。
那么这样就给你造成的一种感觉，就是说这个它实际上是把楷书的方法，或者是隶书的方法，它就用到这个篆书里面。那么有人是强烈反对这种做法啊，他说你不能把这个楷书和隶书用到篆书里，你可以把篆书用到隶书和这个楷书当中。其实那就不跟你站在哪个地方有关系哈。那这个写的确实是非常好的，也是写的非常好的，就是不是那么特别的，显得很古啊，但是的话，它就是给你看着的话，它这个很有力道啊。是很有大家还有谁有什么评论没有？没有的话，咱们就看他的另外一件名作啊，这个东西还。而且这件东西的话是，看到一个龙，那有个龙字儿，哎，龙王第一眼就看到龙哈，能把这个字儿都认得出来哈，还有鹤，海为龙世界，然后呢？天是什么假象？鹤哦鹤。啊，天是何家乡？那么这个对联的话，它是会有一点这个历史的。那我忘掉是谁了，当时这个叫做解放初，就是有一个什么大官看上你了，从一个文物商店那儿就非要买这个东西不可，然后当时好像是说是5块人民币从那文物商店买。我忘了是田家英了，或者是邓拓，忘了他们无论是谁要去文物商店要强买人家的东西，邓好像王都吧，没办法啊。王不也，就王是白啊，等你62岁就没了。那么大家可以看他这个就是他看他这个笔法哈，就他这个。用笔的时候，他这个笔是他是怎么在用的？就是看这个海为龙世界，天是何家乡？你看他这个，首先大家觉得这个好不好？这个海为龙世界，天是何家乡？这什么意思啊？这两句话，老师。什么世界？什么意思啊？嗯，这龙的世界是大海，天的，天是鹤的家乡，龙，他们鹤的都世是世界也是我。界，海，不属于这个现实世界，是。他们都不属于现实世界。也有人是另外一个写法是说是云是鹤家乡。所以也不知道它这个到底是天还是云啊？这个是天，是对，天哦。草书，天是草书，海为龙是这样，海龙王。这是龙飞凤舞。他这个写法也是一样吧？那用一支软的笔，然后摁下去，但是他好像感觉变化非常丰富的感他这龙字好像在画一条龙一样啊。觉，也人家可能，画的。画一条龙啊，很那就是，长的，龙头有个好尾像还在飘飘欲飞的感觉。巴，那大家觉得这个好不好？啊，各抒己见，好不很好？好，很好，很好。蛮很好，霸很气，很霸气。就那个世界好小，天地好小啊，就这条龙是最大的，对吧？龙王，你来回答这个问题的，还、哎。在你的心里，只有对，我是最大的。龙是需要天地来伸展，来。就是说在当时的话，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啊，咱们讲这个书法史上，它有很多这种各种各样的做法。那么最开始的，这个是我们看这个王羲之，一直到这个赵孟頫。那么他这个笔法，它是一个非常精致的一种做法。
就是一笔下去，它怎么起，怎么收啊？那么都是非常清晰的，而且这个动作的话，就是要保证这个点画它做得非常的完满，非常的圆转啊。那么到了邓石如这里，实际上是比邓石如还要早就开始了，晚明的时候，那么就开始了另外一种这个风格啊。那么就是说，他这个笔法不再讲究这个完美，而是他是讲这个点画出来之后，它有各种的这种枯湿浓淡啊，这个枝和曲的这种变化啊，能把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里面啊，整个线条里面，它就掺和了很多其他的东西，它这个不再讲究这个笔法的这个完整或者是完美啊，那么这个实际上就是另外一种笔法。那么这个古人这个经常争这个内验和外拓，我认为这个就是外拓的这个。那么王羲之的那一套就是所有的这个动作都是非常清晰包含在这么一个点画当中的，那个就叫内验啊。这个现在说的话可能还早了一点，我给大家慢慢的讲这个内验和外拓的那个关系啊。他应该在当时应该是超时代的吧？那时候是一七几几年的时候，也不算超时代，比他早的时候就已经就有人玩过这个东西了。那么像他这种玩法玩到这么夸张的话，他是好像是应该算是第一个，不知道，就他留下来的东西是第一个啊。那么古代古代这种写字儿的这个玩法非常非常多，就是不是说你的这个玩法就是只有你玩过，古代很多人其实都玩过。那就是看最后的话，就是你跟这个时代、这个风气、这个契合了之后的话，那么你这个大家就认为啊，你这玩得好，你这玩得好，要玩得早不如玩得巧啊。老师，我有个问题，那个丑书呢，是不是从这些慢慢演变过来？跟这个有关系了，当然有这个有关系了。这个就是说，最近是啊，是的啊。就是说，这个丽荣问的这个问题问得好哈，那么我们讲这个丑书，实际上这个本身这个定义的话，你叫它丑也行哈，那么这个丑究竟是怎么定义的？实际上谁能把这个丑定义一下？谁可以定义一下丑？非传统，非传统，非传统就丑啊，奇特，奇特，奇特就丑，那是不是真丑呢？家丑，一个丑的，大海还想说什么？我不知道这个丑虽然是相对的，但是总有一些规则吧。有一些规则，那个罗丹他有一个规则，他讲这个丑是怎么了？他是讲得很清楚，他就说是病态的，有病的。病态那么哦。他是这个以人为准的，就是说他是以人为准的啊。那么这个人是生病了的，那么比如说缺胳膊少腿，或者是这个皮肤有皮肤病的啊，在他那个时候是比较明显的，就是比如有什么天花啊之类的，那么你这个五官受到了伤害之后，那么他认为这是一个绝对的丑。这个丑是什么呢？就是引起你心里面有一种厌恶的感觉，那么这个叫丑。他这说法在今天要被那个批判呢。政治不正确是吗？可能在当时吧，那在现实。他的有些雕塑好像也让人感觉不舒服，对呀，也对是呀，算是是。丑。是，这个就是说，在中间的话有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平衡点啊。那么这个美术上，这史上这也流传的这样的故事，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大家都在说的。那么就是说，这个达芬奇画这个《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为了选择这个画犹大的这个模特儿，他花了很多时间啊。那么这个当然说起来政治也是不正确的哈，政治不正确的，因为什么？他找的这些人呢，都是乞丐啊，都是这个强盗在监狱里关着的人啊，他来画啊，用他作为这个模特儿来画这个犹大哈，出卖耶稣的那位犹大。
从一定的这个从我们现在的角度来说，当然我们很容易可以说这是政治不正确的。那么这个是包含了这个歧视的这么一个观点，但是你要从另外一个长远的一个角度来说，比如说讲这个人类的这个进化史来说的话，啊，那么这个是其实有一些这个美和丑的这个观念的话，不是说这个教育我们所说的什么教育传送给我们，而是我们直接的，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生下来。长大了之后，你就会自己有这么一种感觉，啊，那么这个大家都是有这么一个感觉，有些东西你也是没有办法这个抗拒的，对吧？比如说啊，我们比如说这个小孩从小就喜欢吃糖啊，这个你不用教啊，都喜欢吃甜的，那这是为什么？这个是进化当中，你只要尝到甜味，你就知道这个东西是有能量的。啊，那么这个对你身体是有好处的，尤其是在这个远古的时代，那么这个人这个食物不充足，这个忍饥挨饿是常事儿，那么有这种天赋的能力，就是说告诉你这个甜的，那么肯定是有能量的，能够维持你生命的，那么这个是在进化当中的话，那么是肯定是就是说是有这个有优势。那么大家也还记得哈，就这个小的时候啊，到现在其实也是一样，大家都喜欢吃肉。为什么喜欢吃肉？肉比较香。为什么比较香？就是肉里面它含有能量，它含有蛋白质啊，它能就是说给你这个生命更多的营养啊。那么这个其实也是进化告诉你这个东西是好如果你能告诉这个肉的这个味道是好的，那你这个生存的概率就比别人就要好很多。如果是另外一个人啊，他这个生下来啊，他觉得别的东西味道都不好，只有这个泥巴，这个味道特别好，那么他去吃泥巴，这个人他基因传不下来的，对吧？他马那几天就死了，他这个基因就传不下来。但是就对动物来讲，它也可能是走另外一条路。比方说，有的动物它喜欢弄臭的那个地方，因为那边可以找到它有营养的，是吧？对。所以我们人是人，但是它其他的生物的话，它的审美跟我们不一样，他的审美跟我们不一样，就是但说是也跟它的生存有关系。跟他的生存的环境有关系，就是说他在进化当中，那么他就有了这么一种能力去识别对他的生存有利的东西。对，咱们经常讲这个人是这个进化的这个最高峰，其实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哈，这个大家的这个进化，其实这个层次都是一样的，都是最适合于你。所生存的这个环境，对人说来，这个大脑的这个进化的话，实际上大家都说现在普遍的这个进化论的话，都认为是一个意外。这个意外在什么呢？就是人的这个大脑，实际上在大自然的这个生活当中的话，是没有必要这么聪明。现我们在都太聪明聪明到了，这个程度之后，聪明的都会写字了。写字对你生存是毫无意义的。有吧，能更快乐吧，能够活得久一点吧，我觉得可能有吧。消磨时间。这个是可以争论的，当然这是可以争论的，就是说这个，因为现在这个一个叫最大的一个伦理的这么一个讨论，就是人聪明到这个程度，科学发达到这么程度，最后毁灭人类的只有人类自己，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那么咱们再回到这个美和丑的这个感官来说啊，那么对古代人说来的话，几个事情，一个是自己生存最重要啊，就是让祖宗流传下去啊，一个是自己生存最重要，另外一个是什么？要选择最合适的配偶，对吧？合适的配偶是什么样呢？一定是要健康的啊，那么要能够生孩子的，那么他就要有一些健康的标志。那么健康的标志呢，当然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很多的这个可以一眼就看出来的啊，比如这个人缺胳膊少腿，或者是这个五官不端正，那么基本上都是认为是不健康的一个标志。那么就是在你这个自然的这个择偶的过程中，没有理性选择的时候，那么你当然就会直观就认为这个是更适合于你生存的这么一个配偶，更适合于你把你的基因传下去的这么一个配偶。所以说，这个美的话，基本上就是这么来的。
所以说最原始的对美的这个认识的话，那么就是一定是我刚才讲的，那么这个王羲之的这一套方法啊，他每一个变化都是非常完美的啊，那么每一个这个他都是写得很好看的每一个点画。啊，那这个是一个人的基本的这么一个感官。那么后来刚才丽蓉问到这个丑书，丑书是什么呢？丑书它就是一种东西，需要你用理性的方法你去思考它的来源。啊，那么这是你的受教育的程度跟你的受教育的程度有关系。你要受了一定的这么一个教育之后，那么你能认为这个东西是好看的。啊，那么举一个这个比较现实的例子，你们上海人都知道啊。那么这个臭豆腐啊，上海人都喜欢吃。像我们这个外地人的话，这个闻着就受不了了。这是为什么？这个是你不是这个你天生下来就喜欢吃臭豆腐，而是你这个受到了这个熏陶了之后，然后接受这个味道。嗯哼，啊，从扯小远。就是在臭味中长大的，还有从小就周围的人都告诉你这是好吃的东西，所以就是被洗脑了。对吧？对，然后还有一个吃辣椒也是这样的哈，这个有的就特别喜欢吃辣的，有的人就没有办法吃啊，那么也是实际上是一个后天的，这个是跟进化基本上没有关系的啊，那么那这个老是。师，你刚才说的，我理解美跟丑其实都是可以定义的，是吧？如果这不去思对，考这些，会觉得这是感性的一个主观的认识，但是其实。是不是在书法里面，这个都是理性的一个可以定义成理性的条条框框的，美是有定义的，不符合这些定义的就可以作为丑。讲得很好，你这问题也问得很好哈。那么我是把这个书法中间的美的话，实际上跟任何艺术里面那个美都是一样的。那么就基本上分成两类，那么一种的话就是感官的直接的美，啊，那么这个东西的话就不需要你去想，啊，那么你看到你觉得这个就是美的，就比如说这个达芬奇的画，没有丑的，你看到哪一幅你都觉得好，啊，那么这个有一些东西就是说你要理解他的这个他为什么要这样表达，他为什么要这样做，然后你才能认为它是美的，那就。就比如说大海刚才讲到这个罗丹里面，它这个有些雕塑它不一定是美的。那么具体到书法里面，那么就是王羲之写的字，你一眼看上去都是好的。那么到了这个赵孟俯写的啊，也都是好的啊。但是到了颜真卿的时候，你就突然发现，哎，有些字它不是那么好看。那么你一定要去通过一定的体会去理解了之后，那么你才认为它好看。那么你再推广到现在的所谓的丑书，那么其实也是一样的啊。那么就是你哦，你去理解了之后，也许你能认为它是美的、是好的啊。那么也许你一辈子不能接受，那也都是正常的。那么实际上是这么，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啊。好，那么具体到这个古典的理论上面来说的话，实际上这个也不是这个古人的话，也就找。也就有了这样的思想哈。那么从蔡邕的时候，那么他就提到两个概念啊。蔡邕是东汉的，就蔡邕是他爸爸啊。那么他提到这个书法中间的两个美学的一个概念，一个就是下笔啊，用力，肌肤之力，肌就是这个肌肤，就是这个皮肤嘛。他说你这个写字的时候，你要看到你这个有这个皮肤的这么一个。要像你把这个美好的这个皮肤这样表达出来，实际上就是讲的这么一个天然的，不用这个去想的这么一个，不用去理性去感受的这么一种美啊。那么他又讲到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说这个叫疏躁于自然，疏是从自然里面来的啊，然后为笔软而奇怪生焉，就是因为你这个笔。它是软的，那么你就能做出各种各样的形态啊，那么所以叫奇怪生焉，就是说你要把这个奇怪当成一种美来欣赏，那么这就是完全就是另外一个极端啊。那么今天我们看的这个海为龙世界，天时和家乡，你可以把它认为是这么一个奇，属于一种比较奇怪的这么样一种美，你来看啊，那你怎么样来理解呢？就是比如说你就直接看它这个形状啊。觉得它奇特，你也可以用它来比喻一些自然界里面存在的一个东西，就是这个龙字这个弯来弯去的这个东西，可以说啊，古人经常讲这个万岁枯藤啊，这个树上挂下来一个枯藤，
那么它是不是有这么一个形状啊？或者有哪一棵树啊？就比如说一个老橡树，它这个树枝是不是长这个样子？啊，再或者像一朵云啊，那么在风吹的时候，它会变成这么一个样子。那么这也是一种理解的方式。好，借题发挥了一下哈，这个丽蓉刚才问的问题我很好啊，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回答了，回答了，回答了，觉得特别今好，天老师，真的特别很谢谢。受益，好，哎，那么如果是大家觉得有用的话，那么我就很高兴了。好，还有问题没有？就是关于动词如的这种奇特的表达方法。老师，我就好奇左面那幅字，从右数起第四列。往下数起第三个字，这个字怎么这么好玩？这是什么字？从右数起第四列。哦，sorry，第二块。你刚才第这二，个字哎，对，哎，对，这什么字啊？啊，我还要看一下哈，这个是一个什么字啊？不是，这个字的表达方法也挺好玩，像画一样，像一个机器人在里。这个字我还真不认识，这下把我问倒了。回头去查一下这个文章的话，不是特别的这个偏啊，这个作品也很出名，就去查一下，应该很容易查出来，好像是个弹字还是个低字儿符符什么来着？五种树，如盖章，白痴休克，打卢，低字佛。我回头去查一下好了。这个实际上就是篆书的中间的一个特点哈。那么它就是说，实际上是从这个物象里面来的。这个中国这个造字的方法的话，中间六书嘛，六书的第一个方法它就是象形。比如说它这个蛇字儿哈，它这个蛇字，龙蛇啊，这个蛇你看它后面它故意扭一下，那么实际上它也是要像这个蛇哈。这个蛇字也是蛮有意思的，实际上是两个并列的虫字哈。这个虫的这个原字的话就是一条蛇，就是一条蛇，它不是指的我们这个小这个甲壳虫之类的虫或者蚊子哈。实际上两边的话应该都是虫一个虫字哈。就是后来的话，这个蛇字的话，就是后来变成这个形声字之后，那么用虫表意，然后正面这个它哈，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它，它是用来表声啊。好，没有问题的话，咱们就讲下一个。那么这个就是反过来了哈。那么咱们先这个是讲的这个外踏，讲的这个丑。啊，下一个的话，这个刘墉，那么他就是完全就是另外一个空间里面的一个人啊。那么他是什么呢？刘石，池，这个康有为认为刘他呢也，是集铁血之城啊，这铁是血这名。铁的话，当时的话就是实际上就是讲的这王羲之的这一套。那么他这个。刘石也。那么他这个里面讲到这个刘石安的话就是这个他的大名叫刘墉，那么他这个是一个在清代的时候是一个他是一个宰相哈，他是一个宰相，他是一个宰相，那么大家可能都听说过这个故事，就是讲他这个是一个驼背哈。因为这个大家去搜的话，这个网上有很多关于他的故事啊，我们就不去讲了。然后这个刘墉，这个康有为说他是集铁血之城啊，刘石安啊，那么这几幅字的话，就基本上是他写字的模样啊。那么当时的话，他是跟流传一个故事，那么是和另外一个写字的叫谁，翁方刚哈。两个人当时是同时，那个这个都是大家啊，那个这个就说这个两个人开玩笑啊，开玩笑。那么这个翁方刚就教了一个学生去跟刘石安说啊，跟这个刘墉说，
哎呀，刘老师啊，你的字虽然写得好，但是你哪一笔是从古人来的呢？啊，这个刘石安说，哦，这个你的老师说得很好哈，那么你也帮我带一句话去问一下你的老师哈，啊，你去问一下他，他哪一笔是他自己的？啊，那么这个也是一个很有这个讲的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两句话。好，那么大家也可以谈一下感受，看看这个字儿怎么样。老师，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就是他们这个对话，就是追求的不同的理念。像这个是一个刘诗安，他就更想是创出自己那一派，所以他才这么说，是这意思吗？是这个意思，对。所以上节课那个说那谁包子就是林那个潘老师啊。是不是潘老师也想，就是有一个自己的那一套，就是不想他看。已经有他自己的一套了，对。哦，好的。大家要不要先认真一下？这个字挺好的呀，挺好的，好在哪？字里有字。这里有字，天哪，班长太啊，厉害。他这个字儿蛮有意思的，就是说他这个轻重对比特别的厉害啊。对，看他有这个细有粗。这个人他是科举考上去的，所以他这个小字是写的非常非常好。但是这个是不是小字吧？这是小字吗？这边旁边这个是小字，最左边哦是小字，很小的字。，OK，那它这个小已字跟大字差不多，好像啊。经，对，这个已经不是他科举的时候的字了，就是他科举的时候那个字是写的工工整整，他为这个什么小有字。的笔画弄得这么粗呢？这是他的风格吗？还是是？他的风格，对，是这个是老的时候写的吧？这个什么时候就不知道了，不好知像有道，点抖，有点抖哈，他的字偏扁，偏扁，嗯，但小有的字偏扁哈，大字还是方方正正，大字还行，对，小字是。有的笔画很难看的，我觉得好丑啊！很多败笔都不他好那用。个第二行左边第二泡画那个勾就勾的有点，不知很道小有气。小的左小的边。最左边的左边第二行泡上面泡换是换吧泡画，泡换，那个勾它勾的太奇特这勾的奇特啊！大家，了。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就是这个颜字的写法？对，我知道，但是他有点过极端了，搞得那 太极端了哈。就反而就觉得不舒服了。那就是随手写的吧？你看，像这个地方，后来的话，就是说，像那个何绍基这种写法就很多了哈。你看，像那个换的这一勾勾出来也是这样的。对，就是那个味道。看这个，它都是这样的，但这个是很标准的这个言字儿的写法。颜色对，但是实也际上极它的端这了。个字，也就是言字是它的这个价值。那它这个它写的好的地方就是它这个提按之间，那么它这个转换非常非常的自然。老师，你能举个例子吗？那比如像这个"坠"字当中吧，你看这个一点，它这下去的话，就是把这个笔摁到底了，然后呢，然后下来，这个也横，对，反差很大。然后这个突然就提起来，在这个笔尖上，然后下面这个"坠"这个细，这个很细的地方，然后到最后这两笔又突然就摁下去了。那是不是他追求一种空间的那个变化，就不是挤在一起的，他有一些缝隙的空间。对，请问那个
老师，这个是好的还是不好呢？他这种变化大。蛮好的，这个是蛮好的，就是他能这个笔能提得起来，他又能摁得下去啊，那么这个是非常厉害的。这支笔当然也很好，不是所有的笔你都能做出来。有活力，哇，这再看，他说有没有活没有没有没力。有没有。那么这个应该说，这个康有为把他给认为是写贴写的最好的，这个眼睛是看准了的啊。那么也这个从清代以来的话，这个写贴写写的最好的大概就是他了。后来的话，还有一个叫成亲王的啊，大家可能也都听说过成亲王。那么这个就写的比较就没有跳出这个古人的圈子。那楷书的话写这个翁。然后行草书的话，基本上就是写这个格帖，那么就没有他写的那么活跃了。当然，这个成亲王还比较晚一些哈、啊，字也是写的不错那么这个是以后的人，有空咱们可以再讲的这个历史那么咱们就再看一章，这个也是这个刘墉的啊，这好像都是故宫博那个台北故宫博物院收的，所以这都是真的哈。像这个云字儿哈，你看他这个轻重提按之间这个反差，他这个做的特别的这个，那么是不是每一个字都写得好？就像这个活字儿，那个好像总写的太草率了。然后这个旁边的话又是他的小字儿，这个就写的非常非常小擅长写小楷啊，那他们那时候都有这种功力，就是说他们这个考科举的时候，他好像是一个状元，我忘掉。就是考科举的时候，你必须要有这样的功夫。那么这个后来的很多人都是这样哈，包括这个后来的这个翁同龢这个是三代帝师嘛啊，那么也是高这个高考不是高考哈，科举的时候这个小考的这个小楷写得非常非常好。还有这个，包括我们说到的这个伊宾寿哈，他这个当初写小楷也是写的非常非常好，因为他都是科举出来的这一套啊，他好像也是个状元，这个伊宾寿也是个状元啊。那么邓石如咱们不知道，因为他没有科举过，他没有参加过科举就是一辈子他是一个白丁，我用我们的话说，他是一个白丁啊。老师，我可以问一个问题。那个，这个，我觉得这个颜体，这个它比较适合于写大的字。你要是写用颜体写小楷，是不是不容易写好看？这个问题问的比较，你比方说，我要用验了颜体以后，想抄书写那些小字，就看起来特别的难看。有什么练什么小楷会比较合适啊？如果你用颜体练了以后，你这个问题问的比较 tricky 哈，就是说这个颜体写小楷也可以写得很好的啊，那么。有谁的是例子？我可以拿来。有一个例子啊，就是说这个颜体的这个，有人把这个他的这个《麻姑山仙谈记》，他写得很小，他这个字缩小了啊。那么这个是一个传统的这么一个法帖，很传统的一个法帖，你可以去看，也可以写得麻很姑好仙啊。谈记是吧哎，《？OK。麻姑仙谈记》他那啊，然也是后大字，就是你给他往写，写小了，对，写小了。然后的话还有后来的这个王铎，你去看一下王铎的小楷，他基本上也是这个颜真王卿，铎是金字旁的那个对，金字的那个铎，对，，OK。他的小楷基本上就是说这个颜真卿的这一套，把它给做了一些变形、打散，然后弄起来，然后还有就是傅山，哦，不是。清楚。啊，傅山，也是这样的，这个是晚明的，这个傅山，他也是这一套，因为我觉得那言字，它跟那些那个王羲之二王的小楷的那个比，我觉得不很不一样，它有好多地方它不一样的。就是说你把这个大楷变成小楷的时候，中间要有一些变通的，不是说你这个大楷的话就。能够缩小了就是小楷，那么其中有一些用笔的方法的话，还要做一些变通改变，然后才能做得到。这问的问题是很好的哈，你可以尝试尝试。好，谢你谢那个，老师。
觉得那个小麻沟的这个处理还是挺到位的。小麻沟他们说了，这个就是有人把这个大指麻沟给缩小了，做的啊，但颜真卿没有写过那么小的字，这小麻姑是也有贴吗？有贴，有刻石，有刻石的，对，那是就是查那小麻姑就有出来了是对，吧？你就查这个小字麻沟先谈记，在微信上一搜肯定就出来了，然后你可以搜王铎小楷。那么也出来了，然后祝永明也是那一套，祝永明也是那一套，祝永明的小楷你可以搜一下。那么他其实他也有一些的话，就是实际上那就是是叫什么？你说姓祝是吗？祝枝山，祝永明，哎，祝有祝名。祝贺的祝枝山，啊，然后的话就允就是允许的允。明明亮的明，，OK，就是，然后就是王铎，然后傅青主你是知道了哈，傅山，这看武侠小说，看过武侠小说的都知道这个傅山哈。我问一下吧，我这个问题我挺想听听那个华峰的，因为我觉得华峰那个颜体也写得好，那个小楷他也写得好，我就想。看看咱们同学他有什么心得？华峰，你现在方便说话吗？方便说话，只是我这个星期感冒了，有一点鼻音，可能很重。没就问是题，讲。讲什么？就是小楷和颜体的，我就是写过，但是写的不好，就是差的还挺远的。我觉得好像，我的感觉好像就是这个颜体的字，它的那个用笔就是有一定的，就是起笔、收笔，就是各种那个动作挺多的。我觉得小楷的动作好像没有他的动作那么多，要是写的那么多就是好像。就是那个在那个很小的空间里头，好像就是他可能你有那个动作，但是没有他的那个动作那么大和那么全面吧。我的感觉就是对，还挺的。就是那个就像那个颜体字，它的这种蚕头啊，就是你如果要是在小楷的那个里头做的话，就会太夸张了。就是他有那个动作，但是。可能没有那个那么足吧，没有颜体的楷书那个做的太足了，就过了吧，我觉得，就讲我得的很感好，觉啊。华峰讲得很好哈。实际上就是说，你把大楷的话是不能直接缩小为小楷的啊。那么中间的话就是说，刚才华峰讲的，你要把这个动作做相应的调整。这个是所有的这个字体，你要把它写小了，都是这样。那么就是这就是小楷跟大楷有什么不同啊？同样的，就是说你写这个小楷，你也不能直接把小楷的方法就变成大楷，啊，你中间的话有一些东西也要做相应的调整。那这个主要是审美方面的差别呢，还是我们生理上就是你写小楷的时候，你用的不同的肌肉群，或者是怎么说呢？用不同的有一点不同的方法来写，所以你不太可能写出那个大楷那个样子。这个基本上这个道理的话，还是这个审美上的哈。你如果是把这个中楷或者是大楷的所有动作，你把它直接缩小到这个小楷上面，那么很多细节的话就显得太过繁琐。所以你要把它这有些细节，你要给它抹掉。但是说，从物理上来讲，我能不能做得到？从生物学讲，我是不是不太容易做到那个，把那些夸张的笔画都写到小楷里面？可我以做总得会有这种到，想法啊，是吧？这是可以，做是可以做得到，做是可以做得到的。但做出来这个好看不好看的话是另外一回事，是可以做得到的。
这个当然问了。题，咱们那个在顾华老师的那个今年新开的一个班里头，他也问过，就是然后我还有一个想法，有一个比喻，这个就像你打球一样，你要是打后场底线球的话，你必须得要侧身，然后那个引拍，然后再挥拍，然后再回拍，就你要把这一套动作做足了，你才能从一个底线打到另外一个底线。但是如果你在往前，你只是想要就是勾一个对角，或者是让那个球刚好滚过网，所以你就不需要使那么大的劲儿。我的感觉就是你使太大的劲儿是出界了，因为他给你的空间就只有那么点儿。所以我是觉得好像那个对，就他就不需要做得太足那个动作，像大凯那样。讲得很好啊。就像打网球和羽毛球，那个羽毛球的时候有时候会用手腕是吧？你要打网球对，甚至就几就根只能手用指全的身那的。个力量。对，就羽毛球的话，它勾对角就是你就捻一下手指，教练经常说就是你就动一下手指头就行。对，讲得太好了，我小觉凯。得我又有希望了。钟凯写不好，我是不是要小凯？这样这个细节可以混动过去。你这个是要先去打网球，要是动手指头，开玩笑。要先学会这个用手指头打网球。讲得很好哈，咱们这个今天这个进度又慢了哈。这个只讲了，只刚刚把邓石如和这个刘诗安讲完啊，那么咱们就先休息吧，休息过后给大家点评，好吧？好的。好，那大家都回来了哈，咱们先点评，大家分享优秀。因为这个 Jerry 要先走，咱们就先讲 Jerry 的，好吧？好，谢谢老师。Jerry 不错，这个最近进步蛮大的，蛮快的。啊 哦，谢谢。上次是给你强调了几个地方啊，那么你先讲讲你这个是哪个地方你注意了这次。我比较就老师说那两件事，我比较注意，就是那个勾，那勾可能还是可以再不是很熟练，那个横的收笔我也比较注意。好，那么这个横的收笔哈，我也是注意到哈，这个横的收笔好的哈，这个基本上不错了哈，这个意思有了，形态稍微不太准一点，这个就写得很好了，这个意思也到了哈，这个形态稍微差一点点，这个意思也是到了啊，形态差一点，那么这个就写得很完美了哈。这个也差不多了哈，这个写的非常好，然后这个勾哈，这个勾的话，像这个的话，基本上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了哈，就然后这这样个的是吧哎，基本上就应该是这个动作了，基本上就是这个动作，这个也写的蛮好的，这个也写的蛮好的，形态差一点点哈，那么这个的话，已经都相当不错了，也都相当不错了。那个我知道，那到最后，因为他那个是最下边的那个胳膊已经离开桌子，所以没掌握好。都有这种尴尬时候哈、啊，这个不用着急，偶尔出一点问题，这都是允许的哈、啊。这个咱们不能要求每一笔每一画都写的这个完美哈、啊。那像这个的话，这些都写的不错了哈啊。那么还有另外，这上次我给你也讲过这个是吧？也讲了这个地方这个勾对，这个也写的不错了哈、啊，这个意思都到了这个意思都到了哈。啊那么这个稍微差一点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地方下来的时候要拐弯之前要摁得重一些，要摁得重一些，就是这个形状的话稍微画一下，应该重到太多了，大概应该这么大。它是不是跟那个横的收笔是一样的那个地方，也是提起来再压下去这样的是吧？对，这个横这个收起来啊，这个是横的这个动作啊，提起来收到这儿，这就完就了啊。勾出去，对。哎，你这个是勾的话，你是在这个绕出来之后，你勾出去。就是前面那半一半都是一样的，是吧？
应该是。对，对了，对了，完全一样哈。那么有了这个理解的话，这个就容易多了哈。这个是非常正确的哈。问题问得好啊。那么这个，其他的话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么你现在觉得哪个地方你还觉得比较紧张？就是刚才说那些地方吧。另外，我觉得他那个用笔的那个，就是可能我觉得他这个字的那个横和竖的那个，就是那个反差比较大。我有的时候还掌握的不够，有的时候比较注意了，有的时候仔细看还是他这个字的那个性很强，所以你稍微就是注意了一些他的那个性，你就能写的比较好。我觉得我的感觉是这样。对，是这样的哈，是这样的哈。那么，但你也要注意到，就是它这个个性强里面的话，它这个字有时候大小也不完全是非常均匀的，有时候大，有时候小。那么有的时候这个挤得很满，有的时候他说的很小的啊，而且字和字之间他挤的距离也是很近的啊。那么这个那个捺的话基本上都不错了哈，这个还可以再狠一点哈，还可以再狠一点。那么要注意的话，就是说你先。继续照着这种方法写，把这些点画的这个写法都给它熟练掌握了。同时的上，注意一下这个字的结构啊。那么这个字的结构的话，有的时候你这个还有一些偏差啊，比如像这个“引”字，这个是肯定是这个是中间是有问题的哈，因为这个地方它有一个大洞要空格。啊，这有一个空啊，这个“签”字，这个中间这一竖太靠左了哈。应该是靠右一点哈，这一竖要靠右一点。那么这些就是细节，就是说以后这个是慢慢的养成的啊，就是慢慢开始咱们这开始去注意它啊，然后就会慢慢就会有一些概念啊，然后这个比如这个朝字哈，这个右面比左面大了啊，这个注意一下啊，这个。基本上就是这些，反正多写，先把这些点画都给它弄熟了，按照同样的方法，意思先把它给做准然后再同时在结构上开始注意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暂时没有了，好，谢不谢错，老师，这个进步非常明显哈。谢谢。该是。往前往后都应该可以哈、其他的没有谁要先走的是吧？文凭你是要先走还是李荣利要先走吗？对，老师，我是稍微提前走一些。OK，那就先跟你讲，这个是你的谢是谢。吧？啊，这个是十三行，临飞经十三行，啊不，临飞经那个洛神赋十三行吧。对。这个。基本上用笔的话，那么有些地方做得很好，有些地方的话就是说不是特别的完美啊。那你先讲一讲，自己先讲一讲。这个也是临时决定临的，也就是拿了两个那个拿了点那个纸头那个边角纸写，因为前一阵儿都在临那个秦礼碑嘛，觉得那个唐楷就是想。因为谭凯的那个法度，也是比较严谨的，所以就想别走到那个套路上，所以就看看这个，就是靳楷呀，就看这个十三行，就觉得哎，特别就是说从他的这个点画处理啊，还有他的这个姿态都非常灵动，而且那个就是很自在。所以就想试试这样，但是还是很谨，就是写的时候还是挺小心谨慎的，所以也没有表达出来。但是就是感受到那个字的那个灵动啊，还有他的那个姿态，很随意，就是很自在，所以挺喜欢的。这个。
基本上都差不多，主要问题都还是在结构上哈。那么就画几个圈，你要再写的话就注意一下哈。有些重点这儿，那么可以，我就勾几个重点这儿吧。你这个可以多花一点时间，其他的这儿的话，这个无所谓哈。这个梁这儿是个重点这儿，你可以把它去这个字的结构做准一下。所有有走之的这个字都是重点字啊，那么这个都可以去弄准一下。啊，那么这个差就是差在的话，你这个搭配上有稍微有一点不对哈，那么这个的话写的不错的啊，这个远字的话出问题了，出了一点点问题，去看一看。因为它这个是非常非常细节的问题，因为弄到最后的话都是非常细节的问题，这个也出问题了哈。这个也这个巽这儿的话，这个已经很近了，但是就差一点点啊，就是中间这一部分跟这个走之的这个部分，它中间的配合出了一点点问题啊。这个言字的话，就是这上面这个要往下拉一点的话，就基本上就差不多了。这个巽这儿的话，中间这部分缩住了。然后的话，我看哈，这个超长音的超字儿，都是很细节的问题，就是你这个需要注意一下。你这个字儿大概看上去都差不多，但是就这个细节的地方，它有一些问题啊。那么写得好的字儿当然也有了，这个有歌的这个写的都不错。写这个字儿的话，最重要的话就是说，不要着急，慢慢写。看着它很随意，其实它中间的话有很多东西的话，你稍微差一点点就不对啊。上次讲的这个大海的时候讲，它这个林字写的不好。那么你这个林字的话，基本上模样差不多了哈，基本上模样差不多了。但是的话就是说细节上有一点点不对。那么这个。具体到这儿的话，这个雨字头这个地方不太对哈。你看你这个左面的空和右面的空的话不太一样，这是非常非常细节的东西，就是要多去注意。这个重字儿，应该说是可以打个半对啊，半对是为什么？我就觉得这就是中间这一笔的位置错了，这一撇应该往下掉一点点。这个已经挑了很多毛病了哈。那么就是说，这个意思的话，就是说，这个贴的话，你可以去反复写。那么每一个字儿的话，都争取能做得标准。然后这个用笔的话，基本上你现在基本上都差不多了。关键的话就是这个字的结构。你有些字儿的话，可以说是写得很完美，苦字写得很。这个理字差不多哈，就中间稍微有一点点不对哈，就是这个，你去仔细看一下这一部分，稍微有一点点不太对这。具体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没有，对，就是想那个看看其中的变化，这个写靖楷，这个算是靖楷的小楷是吧？对对对。写的时候，觉得好像就是用墨，不是特别。就是感觉有的时候，因为新蘸墨吧，就笔头就容易粗。一松，对。如果写久了的话，因为就是想用笔尖写嘛，那个新蘸墨的时候，就是笔头就比较粗，就好像不是特别容易把握。如果要写久了，又笔又干了，所以就是老是这方面就比较挣扎。那这个挣扎是每个人都有的哈。那么这个就是要去怎么样处理啊？这个就是再试呗，这个只能再试啊。就所有有走之的这个字的话，这个画圈的这些，你都回去仔细看一下哈。我想这个是比较明显，就是这个勾的话，这个出来这个下面是要平的，是不能往上斜的。那么基本上就是这样，你回头再仔细去看一下好了。这个小楷的话就是细节。
那经常有人说的话，我现在我那这个，我去挖这个细节，我这个写字儿就没乐趣了哈。那么这个东西实际上是这个写字的两个方面啊。那么有人的话就喜欢挖细节，这个细节一旦挖对了的话，那就高兴死了啊。有些人就想这个瞎写八写，就写下去就觉得很舒服，那么也有也觉得很快乐啊。这是两个方面的这个都有的哈。咱们不能强求每个人一定怎么样写，那么就是都是看自己这个快乐点建立在哪个方向上，你自己也去找一下，记录一下。这个勾的话，这个勾的话就是上面是绝对是不能朝这上面挖啊，就说这个下面的话，这个一定是要挺拔而水平的到上去啊，这个是这个竖弯钩啊。好，那咱们就讲下一个。好的，谢谢老师。老师，我插下队可以吗？可以，我我是刚文要凭。问你了，正要问你，你也是啊，要先要走的是吧？正要对问对你，对，我每次都11点钟就差不多了。11点钟就差不多了。这个这个好吧，啊，这个是这你个这个是是我的。啊，要先表扬你这格子打得不错嗯，是，好，字帖，对，我这个啊，纸不好，这个是类似于 A4 纸，是日历纸上面扯下来的，我觉得白白的扔了很可惜，又那么大张，我就用它写。这个态度是对的哈，咱们要节约闹革命，嗯，是2张对吧？两张。你这个打了格子写了之后，这个感觉就好了很多了啊。那么现在的话就是，基本上用笔你这个动作都是对的了哈。我是这个好像是上次我说，你先讲一讲，你先自己讲一讲，哪些地方你这个觉得有进步，哪些地方你觉得还在增长。在挣扎的还是结构的问题，然后。下笔不够稳定，就每个字和每个字之间的区别还是能看得很清楚，那个粗细啊什么的不 consistent，然后竖笔呢还是写的不直，不干脆，另外一个就是就忙着模仿，但是这个帖子的那种潇洒的感觉模仿不出来，可能还是。因为这个，当然就是水平的问题了，就是忙着去 copy paste，但是没有一种很自由发挥的感觉。好，这后面这个感觉讲得很好哈，这个是很正常的啊。还有什么？还有就是结构这个问题啊，就努力了那么久，还是写的那么丑，就这个是，是对。好，还那有么先。横笔的收笔就还是不够好，因为我横笔的收笔不够圆润，总是觉得收得太突然了。然后我一回笔的话，就又出现了一个很不和谐的疙瘩，要不然就是疙瘩，要不然就不够挺直的收笔，所以也比较痛苦这个事情。那么就先讲你这个横的这个问题哈，你感觉痛苦的。那么实际上我在看的话，第一个注意到的话，就是你这个横的话，大部分的完成质量已经可以了，基本上这个方向是对的，就是这个努力的方向是对的。比如像这个啊，这个收笔稍微有点疙瘩，这不是大问题。你去看这个赵孟俯本人，他也有时候也有这个疙瘩，那么这基你本看上我就是。横笔收笔，好多横笔收笔都是一个45度角的一个。就往右一个45度角的感觉，但没有太圆的感觉。这个慢慢来啊，这个先是把它做到，就是说要求干净啊。咱们就是说，基本上你这个横是画出来的话，它这个45度角，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那基本上就是要这么一个形状，先完成这么一个形状，然后以后的话，然后你可以加入各种各样其他的变化啊，你可以把它写得很圆啊，你可以给它画出一个小疙瘩来，这些都是可以的啊。但是在这个目前的这个状况下，你写成这个样子，能够保证写得很干净，这个就可以了这个是先是第一步，然后但是不要松懈，就是继续按这种方法去做。继续按照这种方法去做啊，那么这个是用笔的这么一个方法，然后你讲到这个竖，这个起笔啊，你这个竖的这个起笔的话，基本上都很干净啊，这都很好啊，包括这些这个起笔都很好那么这个地方也都很好啊，那么我觉得这个竖上这个用笔起笔的话，你的基本上没有问题。下一步的话，那么就是你讲到这个字的结构的问题啊。那么这个结构的话，对每一个人说来的话，都会挣扎很长一段时间啊。但是这个你没有其他的办法了，那么只能就是说你去慢慢的去体会它这个原来这个字它是怎么样构建的啊。那么先点几个你这个写的好的字啊，这个皇帝的"帝"字基本上是不错的，这个是可以了，但是。然后这个介字这个写的非常好啊，那么可能这一勾的话还不够长，还可以再拉出来一点点，但这个已经是不错了。这个得字儿这个业字也不错了。那么这个天的这个结构基本上是对了的，这个是不错的。那么就是这个点画轻重之间这个搭配，再稍微注意一下。那么这个你这个还是在继续写那一页吗？还是说在又已经在往前继续走？已经继续走了好多页了，啊，已经走了好多页每个礼拜，我不是还跟网上的老师学这个帖子吗？他的作业好重，每个周末，每一周都要写8列8行，8行，对，所以这个进度一直不往算前太厉走。害的哈，这是可以的哈，这个太字儿，这个结构已经都已经不错了哈，这个是字儿，我平心而论，这个结构已经不错了。这个差一点点，就上面这个头稍微小了一点点，这个可能长了一点点，那么这个是结我构，这结个构的话，横折写的不好，你看好多横折写的我都往右偏，应该不能出这个拐一拐的这种感觉。你这个横折的话有好有不好哈，这个黄的这几个横折，这个基本上都是可以的。那么这个出问题的，像比如像这个东西，这个稍微出了一点点问题，这个是写的很好的啊，这个折是写的很好，只是下面这一部分跟的不好，可能因为你这个要出这个勾，然后你这一紧张嘛。那么这个是不错的啊，好，那么这是这一张哈，我先把这个 clear 掉，你自己也照一个 picture，然后看。知道了。下一张，下一张这里面的这个字也复杂一些哈，这个字写的很好哈，这个字写的很好，那么这个密字基本上这个意思到了哈，那个意字这个也差不多，这个结构差不多对了，这个介字还是也完成的不错我个人感觉的话，现在就是说。这个，除了多写，那么其他好像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就是慢慢的话把这个字的结构给它往靠拢啊。你可以注意一些结构比较独特的一些字儿，那比如说像这个"道"字儿，这个"见"字儿有这种走之的这种字儿，你可以去注意一下。那么像这种字的话，尤其是它是应该是它的重点那么这个言字儿也不错。这个谢字其实写的非常好，这个吕字也写的非常好。那么这个往往就是说，这个有些地方的话，像这个长字是有些问题。像这个使字也是有些问题。是的，
老师，我这字是不是应该都写小一点啊？我都这个都满格的感觉了，可以写的稍微小一点，那么就看你能不能再控制。小一点。可以写的再小，稍微小一点。那么这嗯。基本上就是这样，你就这个再去多写好了，啊，多写，不要着急，因为这个结构的话，最终的话，这个造字的话，这个结构是一旦解决了，你其他很多问题就解嗯，好的，多谢。那先把打嗝的功夫用上，学好了。但是不要像他傻到一天的整天打嗝。嗯，我这堂课就整天都在打嗝，因为我忘记带墨了。我打了一个早上的嗝了，已经。那你这个已经赶上他了啊，是，好，谢谢老师。基本上就是这样啊，还是多写多写，慢慢就会有感觉。嗯，好，然后行，多谢。其他同学时间上没什么限制哈，那我就从前面开始往回讲，这个是上次的例子，这个是杨老师不在哈。看一下，杨老师现在这个用笔的话，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问题啊。那么除了这个横的这个结尾，这些有点问题哈。然后最大的问题呢，现在就是说这个字的结构，字的结构没有打开哈。没有打开的意思的话，就是这个没有一个太稳定的一个这么一个。太稳定的那么一个表达吧，就是说有些字的话，一方面的话，这个字一会儿大一会儿小啊；另一方面的话，就是说这个细节多的这个字啊，就今天这个细节就不对了。那么这个办法的话，那么当然就是说这些有问题的字儿，咱们把它多写几遍啊，没有写到好的字，多字写的不错啊。那么这个"书"字也还是不错的，这个"德"字也基本上是正确的啊。那么现在就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说，抓住几个重点字儿，然后把这个结构给它弄对了，尤其是那种比较复杂的，或者是有一些比较有这个通用性的一些字儿，比如像那个"德"字儿，那这种的话就是说。要去反复的去琢磨一下啊，那么有一些字好像它是写的不错，像这个定字这是不错的这个金也不错，反正就是好像就缺乏一种稳定性，有些字写的很好，有些字的话这个突然一复杂了之后，然后就失掉了这个重心了，那么就是说这些字画圈的字这些的话，那么可能去多用心一下好，我给好，他照。你给他照下来，这个再画几刚写，已经这样不错了。就这个比较复杂的字，他这个就失去了这个重点了行，你现在照下来吧，给大家看哈。这个是字写的非常好啊。啊，大家有意见没有？有什么想法没有？对他这个字写的，没有的话，咱们就 move 吧。没有啊，这个是李荣。嗯，啊，李荣先讲一下。反正就说，我觉得就是我在写的过程中，我觉得我自己像提案啊还可以，但是结果一写出来就是，不行，所以就说，而且还有的字就是说像我那个"镜"字，老找不准它的这个就是结构，老写不好那个。这个进展啊，对，嗯哼，然后就是说，可能就是说，还是就是说，在写的时候，还是就是没有把他的那个字的结构，就是记下来，还是有一点点，就是说比较，就是说边写边看，所以说这个写的不够流利，就是不够那个，
没有自己想象，觉得我觉得我现在这个，我自己觉得这个控笔方面，我觉得还是蛮有，就是蛮有提高的。但是就是看了这个结果，我就觉得还是挺失望的。也很正常哈。现在的话就是，几个问题哈。一个的话就是你这个字的话，有一些字需要你把它给左右拉开一些，给你画几个。是有两张是吧？还是就这一张？就这一张啊，就这一张哈。那么要拉开的话，就比如这个"诗"字儿，这个竖完钩的话要拉到这儿来。啊。OK，对，这个"狮子"那个方那个旁，我也是老写不好呀。我这个"狮子”，这个可以去多多试一下，因为它这个方字写的比较有特点啊。那么这个可以去多试一下。然后这个"围"字儿，"围"字儿的话，上面这一部分的话要向中心收拢，基本上就到你这个内侧这个地方就差不多。然后是下面这一部分把它给打开。然后这个"介"字儿，"介"字这个斜勾这个地方要出来一些。这个是左右打开的意思，然后这个从这儿一样的，这个到这儿的话要开到这个地方，基本上开到这个地方。这个直字儿，直字儿我不太确定，但是我觉得还是应该再出来一点。好，那么这些都是结构上的问题哈。那么你这个写的好的这个字儿，比如说你这个太字儿啊，这个太字写的非常好。这个黄字儿的话，这个是不错的啊。这个中间这个黄字儿的话，好像稍微有一点点问题，不太好说是哪里出了问题。大哪概个？是这个部分有点问题。然后这个金字儿哈，那么也是这个左右把它给打开一点，这个还不基本够上是开。到这个模样，不够开。啊，OK。我估计你这个"进"字儿的话是同样的这么一个问题。这个"进"字儿另外一个问题的话，这个你去仔细挖一下，可能是你这个角度太大了。这个原则上这个角度不应该这么大，应该稍微平一些。这个，你看一下呢，是不是这个样子？也许我说的不对，但是我基本上感觉是这样。它也挺开的，它其实它下面那个日子更下一点，可能更下一点，就是说我这可能在上面一点，可能上了一点，它这个日子更下来一点，空间那个跟那个横流的那个空间位数大多一些。那么这个基本上这个趋势的话，就是你在下面写这么一个口的时候啊，就你写这么一个口的时候，基本上趋势的话它只有两种方法啊，两种方法，就是你写，比如像写这种作为这种配件的这么一种小口那么它一般是这个方向。对，我那个日子可能显得大了一点，就是说，它这右面、左面这一竖的话，它或者是就是这么一个斜的，明白我的意思吧？啊，它是这样斜的，或者是最多它是垂直的，啊，这个它不能往外走，啊，不能往外走，就是这一笔的话，它是不能往外走，I see。就是任何作为一个配件。那么你的这一点点呢，这个地方的话，稍微有一点的话，你注意一下的话，你控制它，看见了吗？我把这些我这都抹掉之后，你这个是稍微有一点向外斜了，听懂了，OK。啊，你如果是向内这样斜过来的话，这个字就基本上就没有了，啊，那么这个中间这个间距的话，就是这一横和这个日之间这个间距的话，可以稍微大一点，但是不是最重要的。然后这一笔的角度的话也太大了，这个可以再稍微做一些改变。那么可能把这一点的话，就这一竖的这个方向的话，你可以应用到其他所有的这些字类似的啊，像这个字、是、这个接、像，还有什么？还有这个猪。这个你都注意一下，
那么它要的这个模样是什么样子呢？那么应该是啊，还有这个身子这个地方也要注意。那么要的这个形状是怎么样？比如说你这个虫这儿，这个重这儿，这个地方是对的，这个地方就写对了。这个黄的这个方向，这个也是对的。那么就是要注意一下这么一个细节，就黄色这个方向是对的。那么咱们不是每一个地方都一定要求这么写，但是就是说不应该出现的情况，就是它是往这边走，那么最多的话，它应该是垂直的，最多就是垂直，稍微向里面倾斜一点点，这个注意一下。那么其他的几个地方的话，就是刚才讲了哈，这个左右结构打开，这个留字儿哈，这个留字儿，这是比较明显的，这个是一定要打开的哈。上面这一部分应该是比较紧，上面这部分比较小一些，然后下面这部分把这个字的结构给它打开。有没有打这么开我不知道哈，但是就是说你这个的话，又是出现的这个趋势的话，就是说你这上面这个头大了，然后你下面这一部分它就收得太紧，就这一个这就这个勾收得太紧，这个勾的话原则上的话就是说要给它。开一点，舒展一点，舒展一点啊，是，然后其他的这个得字写的不错啊，这个得字写的不错啊。刚才讲到这个竖的这个方向问题，包括这个薄字这个地方也是这样，人字写的很痛快哈，也不错的。好，那基本上就是这些。那么你这次在写的时候就注意一下这个方向啊，还有左右这个打开。挺好嘞，好，谢谢老师。这个是不断磨练的一个过程啊。这个是刚才的，是秦老师。秦老师，你讲一讲吧，秦老师。秦老师能讲吗？把你那个 unmute 一下。哦，我觉得一个是走字底这个一撇还要加重，好像自己主观上是想加重的，好像还是不够。很正常哈，就是想加重点，总觉得还是不够啊，对。就是那就再重呗，那就再加重，已经重了不少了，就是说还有呢，还有就是一个横呢要细，竖特别是右边的竖要粗，那粗就是要多用力了，有时候好像掌握不住。慢慢的开始来了，还有了哈，就是说，就是咱们慢慢来哈，看有几个地方还没有掌握住，好像这个介字儿这个地方，这一竖没有掌握住，这个捺的话，像这些地这个地方没有掌握住，这个地方没有掌握，这个地方有点那个意思了哈，这个之字儿的话有意思了，这个也有意思了，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又摁得不重。然后这个地方是摁重了哈，这个地方这个横竖这个摁下去了，这个摁下去了，这个也摁下去了，这个也摁下去了，很多地方已经做到了哈。那么就是说要把这个东西要养成习惯啊，那么就还要再不断的再注意，就是说不断的再注意。那这个也摁好了，那么这个地方没有没没摁的到位哈，那么这个加字这个也不错这个音的话也开始也有了哈，那么这个勾做得很漂亮哈，看到你好几个勾都做得非常漂亮，这个勾做得非常漂亮那么现在就是咱们同样的这个要求哈，再继续来，就是说咱们再把一些这个该摁重的地方再给它摁重，那
好的。树啊，再继续种。然后你还有哪些你觉得还有一些困难？这个一个什么横沟好像有一个弯度的，这个好像掌握不好。横沟，你是说，比如说哪个字这里面的？这里边有吗？好像没有这里哦，你边是还说没有呢。这个空字吗？这个？这里边还没有呢。哦，还没有。哦，横沟，我看到的话就只有这个，竖是这个地方吗？嗯哼，这个地方吗？对，哦，这个他那个弯的那个，你先不用去管它啊，你就直接过来，然后这么画一个，然后就出来就好了，先不用去管嗯，它。那个先不用管它，那个是一个细节啊，慢慢做好了。你讲这个有点弧度的话，可能是这个笔过来的时候，在它做之前它有个弯度，你是讲这个吗？嗯。那么这个的话就是说是以后咱们再。写的这个细节到了之后，然后再去注意它啊。那么，嗯，好，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说，这个横的收笔啊，这个疙瘩，这个形状还有一些问题。那么有的地方写的好了，有的地方还写的不好。那么这个注意的话，就是你现在写的这个，我先把它有的给抹掉哈。还有像一个"金"字，一个"命"，生命的"命"，金这个一个。上面这个人字，这个好像角度还不对，还不够舒哦，展。不够舒展，因为这个是写的太小了，基本上是写的太小了，就是说，这个嗯哼。角度的话，就这个再往下斜一点，再往下斜一点然后这个再拉开，金字儿，这个也是一样的，这个位置的话，就是往下再斜一点，再往下再斜一点。你这个感觉是对的，这个是不太对，然后就中间位置要稍微挪一点，你下面基本上是下面这些竖，它要对着这个上面人的这个中间这个顶的这个位置啊，这个命字的话，那么应该是它正好对在下面这两部分的这个空间啊，这个横的这个疙瘩的话，你再注意一下，就是后面的这个。这个是一定要这个冒出头一点点，然后再画这边啊，不是说直接到这边来，绕过来就直接画这么一个圈啊，这就不好看啊，这一定要是上面出头一点点好的，对，像这个形状是对的，这个是对的，但是这个也是对的啊，但是像这个地方是不对的，这个地方就不对了啊，这个地方用笔的时候再注意一下。对，那就先写这些，好吧？很好多字的。写的不错了，很多字写的不错了。看下一个。这个是包子，包子今天没来哈，喝酒去了。一个地方哈，一个主要是这个心字儿太散了哈，包括上面的都太散了。然后这个地方写的完美哈，这个勾写的非常完美啊，这个字非常复杂的这个字，那写的非常非常好，这个地方写的非常好。就是很多地方大有进步啊。那么呢，就是有一些地方的话，就是说就是一个通常的常规的问题，就是下面这个"心"字儿它要包成什么样子，这个回头再去仔细琢磨一下。
那么这个书字儿，我感觉这横这个地方是不是太长了？应该稍微短一点啊。到这就应该结束了啊。那么这前面这个都写得很好啊。那么就是说，最后这个签名这个地方还要再注意一下哈，尤其是包字儿，这个简字儿这个地方写得很好。基本上就是这些哈。它这个慢慢的是有了很多进步。这个安字儿中间这个女字儿安排的不是太好。他是看不了视频的，因为我这我个给他视记频下来关了，掉。你给他的照下来照了，个热点。好的，谢谢没班事没长。事。好，那么基本上就是这些哈。这个他还有一张行书，两张行书。随便画一下，写的是比较自在的哈。那么这个有一些地方的话，就是说，像这个柳字，这个横向拉得太开了哈，然后要向左右压缩，左右要向中间压缩一点。这个倒字是一样的问题啊，左右，这个也要给它压缩住啊，左右拉得太开了，这红字也是一样的问题哈、咱们一幅字当中的话，有几个字可以左右拉开，这个没有太多问题啊。但是不能有太多的字都是这样做啊。像这个心字啊，也使得写的太扁了，要往中间压缩啊，横向空间要压缩一些。那这个挺字也有这样的问题。胸这儿也有这样的问题，那么这个就是慢慢的去注意一下啊。那么另外一个问题，那么这个也是类似的，是说这个地方出头出的太长了哈，而且是反复的出那么长的话，这个就不好了啊。这个也可以压缩一下，但整体说来的话，写的是比较流畅，比较流畅的话，这中间还也差了一点这个字和字之间的和谐。那么就是我刚才讲到的这个字左右这个拉得太开，那么这可能是中间的问题的一部分，那么可以注意一下啊。那么也麻烦班长把这个拍一下，转达一下。记下来了，哇，悟空，这个大海看到这两个字是不是要吓坏了？悟空，这个咱们就讲了哈。好，这个是华峰讲一下吧。哎，老师，就是还是，第一通临了整贴临完了一通了，然后现在这周开始临第二通，然后还是快一点写，然后挑出来其中的一些个，写的不准的和我觉得他那个原帖很清楚，我也挺喜欢的字，就是再多临几遍吧，精临。然后上星期您说过一个我那个有一些小的笔画，比如说，就是这个真字里边的三横啊，虽然它是很短的小横，然后还是得需要把动作和这个笔都用到位，然后所以这周就是写注意了这方面的东西，但是道理虽然明白了，但是好像还是表现在字上，还是表现。还是不到位吧？就比如说这个"优"字，我写了好多遍，我就想着这个"优"字的这个，三个小点儿要写对写好，然后有这个想法，但是还是表现不出来，还是就做的还是不对，还得继续多写吧，就。我觉得你这个处理方法基本上已经就到位了哈，已经就到位了啊。那么这个像我这个讲到的这些小的这个点的话，那么大家都可以注意哈。那么这其中间两个小短横，
习啊，这些地方小的这些连字中间的两个小小短画，这个地方的小短画，这里边的小短画，啊，包括这一小面这一横啊，还有这个十字儿哈，这里面所有的小的这个短横那么处理的都非常好啊，像这些小短横的处理的都非常好啊，那么这个是一个。我想你已经掌握到这种方法，那么就是说把这种方法的话，就是说已经可以就是推广到别的地方了。那么这个是一个应该说来是一个突飞猛进吧，那么就这是，个，就是我现在在想，就是，先不要想着把它写得完美，但是要有这个意识去做了，然后可能做得多了就会越来越熟练，就会更好吧。就是，但是一定要先把这个放在脑子里头表现出来吧。这个已经非常好了，对，你这个已经做得非常好了哈，那么同时在做这个的时候呢，那么就是有一些可以也注意一下，像比如像有些字的话，这个结构的话，就是在你这儿的话，就是说跟颜色有一些这个比较大的差别了哈，像这个密字啊，这个 U 字你刚才也提到，都有一些差别了。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就是你写的时候还要注意，就是跟它的原贴还要再这个磨合一下啊，不是说你这个写的不好，那个已经非常棒了。那么就是说这个是没任何一个人写颜体写到这个样子，都应该是觉得是非常非常好是吗？啊。但是咱们要写的话，就是说还要写出这个。就是要去体会它原贴的结构吧，咱们要求写的跟它原贴一模一样，但是咱们要求的话就是说能够理解它这个原贴是怎么样写，好，这些问题就是稍微注意一下，不是大问题啊。那么好，其实这样写出来能创作出来应该是很好看的，不错哈。下面还有一张自己创作的是吧？还有单字，您这是三张作业哈，这个的话就写得非常好。其实非常好这个文章大家都知道的哈，这个苏轼非常出名的一篇文章，一篇短文啊，在成天是这个叫什么夜游啊梦游正好他是10月12日写的，然后刚好就是今天也是农历12月，10月12日，所以我就写了这个。中间这个是大部分字都写得非常好，那么这个是已经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作品，很舒服的。看着很舒服哈，大家这个，就是写楷书的话，有这么一个感觉的话，就已经相当不错了哈。那么这个挑点毛病的话哈，要挑毛病，那么这个乙字写得不好哈。这个乙字写的不好，这个早字写的不好，这个行字有些问题，睡字这一部分有些问题，就是原帖里没有的字，没有的字哈，变出来了，这个行字也有些问题，乙字也有些问题啊。那么这个原帖没有的字的话，就是考你这个具体的这么一个。通便的这么一种章法啊，这个处字原帖应该是有的，对，这个这个有，是有些问题。然后下一个问题要注意的就是你这个题款这个要争取把这些字要写好啊。那么这个要怎么样处理的话，你大概要自己去想办法，或者是学一点行书，或者是就是这个用一种比较。或者是写成小楷，那么就是要保证这个质量啊，就是你写的这一部分的这个质量，要跟你正文的这个质量要配得上。现在我感觉的话，就这个东西，你这个至少是写的比较马虎吧。对，我东坡居士，我给写成了东城，所以那个东城。对，我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抹了一下。就是老师，我记得黄裳老师在讲这个落款的时候，他说，比如说你写篆书，
就是要用篆书以后的字体来落款，比如说，就你可以用隶书、楷书、行书，然后还有就是，就是写楷书，可能就是用行书落款会更好一些，是这个意思吧？就是。对，基本上是这样，就是一般落款的话，就是说这个字体的话，要和这个正文有一点区别啊。哦哦。那个你要是楷书写的，当然不反对你用楷书这个落款，那么能用哦，行书的话，当然更好哦哦，好，好，好，这个太内卷了。我学楷书的目的是想要那个给我的篆书落款。现在我学了楷书，还得再学行书给我的楷书落款，太有意思了。你这好，个我明白了。慢慢来，不着急哈。因为这个哎，行好书的。的话，又是完全一个不同的这么一个书写的这么一个空间啊，这个慢慢来啊。好好好的，哎。还有让这个反复写一些字儿哈，那么这个基本上就是我们应该使用的这么一个方法吧。就是有一些字儿感觉有问题了，那么就反复的去写。那么你这个基本上这个做法就是对的哈。那你这个当然了，从这个第一个 user 到最后一个 user 别人也许看不出来，但是的话就是说你会自己在中间有很多这个体会啊。这个颜青礼碑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碑哈，就是他有些地方他写的非常非常随意啊，有些地方写的非常非常随意。我这个你大概就观察到了，他这一撇写的非常非常随意，其实写的这一写的非常非常美，很重很重。不错，就是这样的方法哈，也鼓励大家有这样的，就是在这个不断纠正自己的时候的这种过程的这个字帖，这个写的这个呢也贴上来啊，咱们可以看好不错哈。这个好，是，谢谢老师。这个是我写的。那么我也稍微讲一下，我这个为什么要写一个这个给大家啊？那么我这个写不不，这个你如果是跟原帖对比的话，它这个不是完全一样的哈。很多这个用笔的方法或者怎么样，甚至这个字的结构都可能都有一些改变。那么我要给大家写这个的话，就是说给大家展示一下，就是说在写的过程当中，哪些东西就是说你要抓住，哪些地方你觉得是重点，你把它给抓住。那么像我看这个帖子的时候，我就觉得它这个笔，它这个是压的是比，它是比较灵活的，就是它这一笔中间它是有提有按啊。那么它也不都是那么重啊，尤其是在这像这个这个像这个轻字啊。那这个折字这些地方的话，你看它的中间用笔，我都是做的很轻很轻的啊。那么比如像这种方字，那么我主要是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勾它怎么做的啊。那么有一些比较这个比较写的快点，比如像这个三点水是怎么样处理那么主要是给大家讲一下这些东西，比如像这个还有这个带字儿，它这有2点，它写的非常非常的随意啊。那么这个是怎么样做出来的啊？那么这个写的毛病的地方也很清楚，大家看到这个地方写的不对的哈，这个勾写的不对的啊。那么这个形状的话，这个地方的话，它这好像没有出勾吧？我才出了一点点啊。但是这个意思就是要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整个用笔的这个过程中，你应该怎么样去理会这个原帖？它是怎么样做的？大家有没有？好，没有的话，那么我就还有啊，我就讲下面同学的作业。这个是乐涛的，乐涛，你也讲讲。对，老师，那个，我这个好像。写的没什么感觉，就是那个横的起笔还有收笔，特别是收笔，就是不要写成那个舌头。上次老师讲的，写的时候没太有意思，这次有点稀里糊涂。那写的比以前干净多了，写的比以前干净多了。但你这个笔的话，还是上次那个是一支新笔吗？
这个笔是新笔，比较新的笔，但是昨天我感觉，这一张好像还好一点，下一张就感觉那个笔好像是墨太粗了，还是怎么着，就笔好像不好使的感觉，就。这个现在感觉就是你这个点画的话都不是，还是就是说不是特别的干净利落啊。那么，那比如说就是看刚才那个华峰他写那个，就看你他特别的干净利落。可以似乎是可以尝试一下他那种方法。那他那个方法的话，就是说你就用纸的话，只要稍微深一点，这个要干净利落的话，就是说你这个笔下去的话，就是一下下去，那么到这儿的话，就是稍微小画一个旮旯就完了。那么这个就是说，干净利落的意思哈，就是说多去试一下，就像你那地方的话，都不是特别的干净利落。那么是不是跟你这个纸有关系，我就不太清楚了，因为你这个地方很多地方的话都有一些比较多余的东西出来。那么像这个地方，你比如说像这个旮旯，你上面有一个小头在这儿，看见这个小的这个凹出去的这个东西吗？那么这个就是因为你这个好像这个用笔的这个动作不够圆，这个提起来之后给它绕过去，那么这样就比较好，对，就是，对吧？咱们就先注重一下，就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保证这个笔提起来到这儿转这么一圈。那这个地方的话，它做的比较光滑一点，这么一个动作。那么像在很多地方都是一样的，就出了一些这个不应该出的这个毛刺儿。整体说来的话，就是比以前已经好了很多了。可能纸有关系，但是就是说我做的也不够。对，我确实用那个就是那个笔杆那个什么的纸写过一点，感觉是它比较那个，就是笔就不那么黄了。我再试试。就是如果就是这种比较熟的纸，什么叫就是。有点滑的，那笔就应该更提的更，对，就是做的这个动作的话，就要更加的这个完美一些，不然的话就会稍微有出错。一点，稍微有一点的就，对，毛刺但很是少。有些字这个结构做得很好啊，它那个鱼字儿、这个船字儿、这个养字儿、这个野字儿，结构都做得非常好了。那么大概就是这个用笔的这个地方它不够挺拔，就是用笔不够挺拔。有些细节也注意到了，就是这个地方写得不错的。好的，我那就去。再注重一下，看看这个用笔能怎么样做，把它做得干净一些，好吧？好的，我那个大字写的好像不会写了，那个捺那个角那个地方，对，就是上面那个上部，对，这拐的这个地方好像有一个。凹进去了，这个不好。这个像这种的话，这个头是藏在这一撇里面的话，那么你可以就直接就下笔就能写。这个就不用去做完全这个动作，像这个你这个敷在这个地方，这个动作就是对的。那像这种其他的这个地方藏不到里面的，那么在前面有时候它会有这么一个小的这么绕上。像这个也是一样的。那你这个就是应该是很干净的下来啊，再绕这么一个小的，然后就很干净的下来。然后手出风啊，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暂时没有。暂时没有啊，就试一下，争取把这个用笔给做得干净一点。那么参考一下这个华峰的那个方法，或者试一下不同的纸，好把的。这个动作的话做得精炼一些。好的，谢谢老师。还有这个，
大海，你讲讲。哦，间距之表啊，你是有两个吧，间距之表，还有间一个距之啥表和那个，对，那趋个，势表。对啊，最近我们自由书写班正在写那个，写那个，中游，我的感觉，他笔画其实。他的笔画并不复杂，但是还是有很多有趣的地方，就是他比较自然，有的时候挺活泼的那种感觉，但是有的时候呢又有点那种拙的那个，要仔细看的话，它结构上和那个用笔上都稍微有一点隶书的痕迹吧。你像那个转折的地方，他写的时候就跟那个唐楷以后的就不太一样，他就是那个肩膀就不是很明显，稍微有的字，但我想表达这个不太容易，就是不太容易，对。感觉那个用笔都方法都不太对，都不一样。因为这个间距之表的这个来源的话，现在大家其实都不太清楚。那么有人认为的话，这个很可能这个不是这个不是他这个中游的。那么认为这个宣示表可能更多的是他的那个风格，但是宣示表的话也认为是这个是王羲之的笔调。那么就是中游的大概我们可以相信，是比较接近中游的这个是他的这个字的结构。这个用笔的这个方法咱们不知道，就是说可能要对照一些这个当时的这个流传下来的一些这个竹简啊、墨书啊去比较，找这个他用笔的方法啊。那么从你这个临的这上面来看的话，就是说，大概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了啊。那么但是他这个重要的一点就是你用的这个笔，这支笔跟他的非常不一样。那么你要去模仿它的那个效果的话，就是说你要费一些劲儿啊。那么我随便讲一下哈，就是比如说像这个竖，你要怎么样写得粗一点，就是你这个下笔，你这个下笔就要粗，一下笔就要达到它那个粗细那个程度。那么这个你需要去磨练一下，就是比如像这些的话，它都是它点画都很短。啊，横向的东西有一些比较长，对对，对，其他都就很这一短。方面，我觉得是比较难。哎，这个你就去琢磨，你用什么样的方法，你这个一下笔能保证它就做的那么粗啊。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字的结构，字的结构的话，那么主要就是要左右要拉开一些，上下要平一些，然后还要做的跟左右的字都比较和谐啊。那么这个。这个就是几个需要注意的重点吧，啊，那么因为这个东西我也写的不多，我大概也就最多写过一两遍，那么觉得它用笔简单了，我就没有去弄它，基本上这个就是这个意思。你有啥问题没有？没有，我就是我觉得太一下子没有办法入手那种感觉，就你多写几遍，你得多写几遍，然后就多写几慢遍慢就感觉出来了。不错的哈。那么这个的话就是说宣示表，那么这个大家传的话都是说是这个王羲之临的。那么你去看他这个用笔的方法的话，实际上就跟后来的这个楷书的话就比较接近了。但是他这个字的结构啊，这个字的结构，咱们讲这个字的结构。那么它其实跟刚才那个间距之表，实际上是距离就不是太远啊，也有些差别，也有些差别但是的话，像你这个里面临的话，就是说你是把很多这个一些比较晚的一些笔法你用进去了，就像这些，用了一些这个签诗啊什么的。那么这个地方的话要注意，尤其是像他这种比较随意的这个地方那么这个需要注意是，它是虽然它是这个写法，但是它
看上去没有你这么随意，这个是需要注意，就是说去把这个味道去给它给做出来的，相当好听啊。对，这个我没什么感觉，没什么感觉，很难提到老师的感觉，因为他这个字数，真的是不一样，那个写出来跟看真的是差别太大。其实玩玩其实也没什么太大关系啊。那么，因为他这毕竟是这个时代差别太大，因为当初这个他们评的时候，评这个字的时候是3个人是按照一个层次上面来说的，一个是钟繇，一个是王羲之，一个是这个张芝。张芝的东西咱们现在是绝对是没有了，相许是绝对是没有了。说是张芝他是什么呢？功夫第一啊，对，然后钟繇是天然第一，天然第一，对对对，哎，然后王羲之呢是天然不及钟繇，功夫不及张芝。啊，但是的话，就是说这个综合这个实力的话，是跟他们差不多的，基本上这么一个说法。那么大概这个是就讲出了从中间的一点道理，就他这个天然他是怎么写出来的啊？那么这个就是说，要写的话就去慢慢体会，不写的话，那么就过一段时间再说。蛮好好，的，那这个字帖各种各样字帖写着反正其实也蛮好玩的。杂书，杂书，还有的话就是应该是黄磊的，黄磊你也先讲一讲。啊，老师，哎呀，没什么好讲的，就是不满意，各种不满意。各种不满意。那个，我打算也画那个格子了。打算画格子，应该是会可能会有用一些把这个字再写小一点，你在这格子里面的话，这个是超出了格子很容易超出格子。容易超出格子。你特意的有的字写小一点，但是还是超出格子。有些字儿你写得很好，就是好像你这个笔顺的时候你也写得很好，这个三字基本上不错，这个五字儿也不错，那比较简单比较简单的字儿你都不的。错，那么就是说一些比较复杂的字儿，好像你现在还没有什么太清晰的这么一种感觉，那么这个对，可写的能还时候需落笔是没有，完全不在我的控制之中的，不知道这笔写下去会是怎么样那种感觉。这个可以写小一点，写小OK。一点，就是说把你这个格子的，这写不小的话，你再把格子画大一点，曲线救国。啊，曲线救我国。刚才在 Excel 打了个格子，待会儿去打印出来。用笔的话，就是说看你这个的话是在还是比较稳定的在进步。那么现在就是说这个。至于怎么样把这个字搭配，这些点结画构什搭么配的，成一个完整的字，现在可能还有一些这个有一点这个问题那有什么好方法吗？还是就苦练？一个是你要体会去看哈，那么有几个这个要点，我先讲一下这个要点的话，就是说比如像这个雨字儿哈，这上面你这都写的是对，都没有问题。那么就是结束的这两点，要把这下面这个要扳平，基本上要扳平一点，就是这一点的话要往下重一点点，好像应该是这么一个意思这个往上一点，这个往下一点，然后这个银字儿是一样的，这个前面的都对了哈，基本上都配对了。然后你到下面最后这一横啊，这个要月。拉下来一点是吧？这样整个字就不往右上倾了是吧？对，我就是下不是觉面，得我的字总体就是往右上倾对，就是最后面这一横，你把它给做平了啊。那这个台字儿也是一样的，就最后这个，基本台上把在它哪？做平一点啊。台就是你看，
你看你这所有的结构，它都是这么斜着的，都是斜对。那么像这样有很多横的这个呢，就是说你基本上是一横、两横、三横到最下面这个基本上叫平了。OK。这个五这儿也是这样，但不是绝对平，有时候它会还是有一定的角度，但就是说你那整个这个趋大势。多数字都是 OK，把它拉下来。这个的话就是说，就比如像这个旗帜儿，最后这一横的话要稍微平一点然后下面就对了 OK。这个寡字儿就下面这四点，你去看它这基本上它也要取一个比较平的这么一个趋势，这个字儿就对了哎，这个这名。四点，我一直遵循的规则是上面四点要平，它下面也要平啊。整个趋势要平，整个趋势要平。就比如说，OK。至少它中间两点的话，应该是长度差不多的。哦，至少是有一个趋势可谈的，是吧？像我就有高有低，那个就不行，是对，吧？对，像这个名字也是一样的，就是到最后这一笔的时候，要把它这个趋势给纠正过来这个留字儿，留字儿的话也比较明显，就是这个，大家一定注意的就是说，所有的这个竖弯钩这个最后出来的时候都应该是平的，不是往刚上才走。听您跟另外一个学生讲，我也听到了，哎，是不我能往上走，是一定是要平的，一定是要平的。是不是这个就站住了这个脚，否则这个脚就斜了，对，这个就是说这个这个，字就站住了，站稳了，对，你这个理解是正确的，这个这样做了之后，它就站稳了。像这个下面这个遂字儿，这个走之，它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对，说在哪呢？它要往上摁，然后往下走了之后，然后它再做这个，那么这个字它就会稳了。那么这个短字儿也是一样的，就是下面这一横它一定要稳住那么这是一个基本的这么一个趋势。我这讲的是一般的这个通行的规则，通好行的。的，那么它具体的字的时候，它有时候它处理方法不有太一变样，化了，规则是一样好的。那么你就先注意一下这个结构上的这几个细节就因基为你本的这结构是吧？字的结构，对，就是我讲的这几个，就是这个横，最后这一横的它这个方向的问题那这是这一章，你还有一章是吧？我看看。对，还有一张那个，这个我知基本道，上问题也是一样的。那么咱们讲结构先就是解决这个问题吧。我刚才讲的这个，好吧？好的。字再写小一点，可能字能再写看小出一问点。题就多一点，是吧？现在都，好的，谢谢老师。好，谢谢大家。好，那今天就都点评到了吧？谈字啊，找出来了。好，谢那谢么老师，再见。谢谢，好，谢谢老师。老师再见，大家周末，再见。谢谢老师。好，再见，再见。